你不出来说两句？下官，请四空法外开恩，饶恕杨太尉。我说的不是杨彪，是你，京兆尹司马公，许都。 是你布防的，是岳旦平，也是你主持安排的。是刺客进来的很容易吗？下官不知有失，请司空降罪。但下官绝对没有。没有什么？司空明鉴，我父是说他绝对没有参与董承谋反之事。是。 何以见得？如果我是董承，那我可得先收买令尊啊！司空明鉴，我父放送审查，是为了鼓励许都才子踊跃赴会，只是不幸混入了几个刺客贼子，但现在天下之人皆知司空求贤若渴，实是维护了司空，维护了汉室的千秋大业。真会说话。 你就是那个台上那个啊？好，那今日我就放了你。谢司空，来人，将司马房和司马朗拿下。司空，司空，冤枉啊！冤枉！冤枉！